你不错，你说可以就可以，蛮快的吧？这个过去十分钟加起来十分钟，差不多啊。哪有十分钟？不要，你就是这边带点力。不要使劲，不要太使劲，自己它会往下走。我来示范一下，对，用刀尖儿，用刀尖，对，来削掉，粘，你从这儿把它削掉。整个给它削掉，哎对，你从哪削都无所谓，拿个尺给它冷一下再削，就黏的，有人瞬间冷会那个，崩黏，对，瞬间冷的时候我搞过一次，我搞了好长时间，非常棒，哎呀专业，看看那个切口来。看都差不多开了吧。